大家好，我是子金。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即将见证第14届全国人大20会议开幕。今年正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可以说全国两会是让世界看见、看懂这一独特中国之治的窗口。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报道，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好多人啊，虽然今天有点降温，有点下小雨雪，但是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代表们的热情。那么今年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们都带来了哪些建议，让我们一起来问问看。看到您刚才有在自己录一个小的 vlog、是吧？我想做一个记录，就是记录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前的激动的心情。每年两会我们都觉得特别激动，因为这是一年新的开始，美好的开始。您是来自哪里？我是来自重庆谢家湾学校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希亚。我今年带来了关于我们就是要加强教育自媒体的治理还有心理健康方面的建议。我们马上进入会场了，拜拜，待会儿见。您今年是第几次来两会了呀？今年是23次了。23次了。对，我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农村的代表，我带来了建议，农村要壮大了集体的经济，要科技人才下农村。从农村经济发展到教育话题，代表们关心的是我的关心。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的出炉，如何系统总结过去您的工作，如何对未来做好谋划和部署，让我们持续关注。